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，你告诉我你在忙。三三给我发这张照片，我看到了，你的确在忙，忙着喝酒消遣呢。你可真是一位好医生呢。喝酒怎么了？医生就不能喝酒啊？我这还开酒吧呢。你是他谁啊？你管这么多？顾香，是啊，我不是他的谁，我谁也不是。既然顾医生这么忙，以后我们家的事情就不麻烦你了。还有，我打算带我爸去国外治疗了，师哥都帮我们安排好了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走。随便你。打扰。笑笑不是也来了？他在哪儿呢？笑笑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啊，没事。那顾医生敢这么欺负你，我现在找他算账。哎，他没欺负我，你别找他去算账了。我本来就不是他的谁。没有资格生气或者难过，你们好好玩吧，我先走了。